今天给大家带来新版本的自残术，拥有了更多的自残手段，视线一不小心就死翘翘，游走于生与死边缘的卡组。一局游戏也非常快，非常适合上传说，以及用来刷经验值。用来抓现在的跳费德，有不错的胜率。我的远征开始了。流牌一样也是流低费随从，对面如果是快攻就要流地狱火，如果是慢速就流血素人。这张二费既可以 buff， 又可以自残，非常厉害。很多对局都用不到衔尾蛇，差不多可以连跳红石头了。费用对于自残术来说不是那么关键，主要还是血量。就赌对面没有横扫了。这局对阵宇宙战，只要对面断解了就能平推。我的远征开始了。吉利亚斯冲一波，再铺一波红石头。谁能给这么强大的痕迹定价？当然是我。衔尾蛇根本用不到，感觉可以优化掉了。这局内战，光速结束战斗。完美起手，直接奇利亚斯启动。
宇宙战其实挺好玩的，有机会给大家开箱新版宇宙战。直接铺满，撒盐了，剑刃风暴可解。战斗可解，但是没费用。现在竟然还有剽窃贼。这就不想玩了。最后对阵也是新版本快攻卡组，海盗虾。只要一不赏就下奇利亚斯，谁才是快攻之王？傻眼，快攻虾没有结场，只有拼脸。自残数跟之前版本差不多，加入几张新卡又可以玩了。